我是公关的28.9美金啊，花莲的第五个字啊，跳01加跳08第五个字啊。我是公关的社长，在2018年5月16号，双人双峰山站19:26准备的是248次九百元啊，花莲的第五个字啊，跳01加跳08第五个字啊，在双人石英号，谢谢各位，您好，拜拜。